李叔同在成为弘一法师之前，他人生的底色是悲凉的。他生在乱世，早早的就见证了家族的衰败，长大后又接连体会了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曲终人散的无常。这些遭遇让李叔同痛苦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但随着对世事领悟的加深，他的心境也由一开始的痛苦无奈逐渐蜕变为淡然超脱。在39岁那年，他终于摆脱了名利牵绊，看透了世间百苦，远离红尘，成为了弘一法师。看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我发现所有大彻大悟之人都曾经历过极度的痛苦。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每一次的磨难对于世人来说都是一场修行，到最后所有挫折和苦难都只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圆满。亦无常磨练你的心智，常言道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不管我们愿意与否，无常总是伴随着我们一生。李叔同家世代经营盐业和银钱业，在当时的天津是数一数二的富贵人家。可以说李叔同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然而如此顺利的人生开局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。随着李叔同逐渐长大，偌大的李家家业因为经营不善走到了破产的田地。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他26岁时撒手人寰。家族的没落，母亲的离世，抽去了他赖以寄托的心理支撑，也让他顿悟了世间因缘的真相。人生犹如西山日，富贵终如瓦上霜，这是李叔同当时对无常最为深切的感受，亦成为他后来看透世事的起由。他意识到我们所执着的一切最终都会在某一刻失去，既如此又何必为了这些无常之事而痛苦，为了事与愿违而郁郁寡欢。后来明白这一点的李叔同身披海青，带着几件随身物品就跑到杭州虎跑寺出了家，法名弘一。这一次他终于抛却了世间一切纷扰，做到了真正彻底的放下。正所谓不遭苦难如何修成正果，不经苦难如何顿悟人生。一生中若不经历大悲大喜，如何看透世事无常？若不经历涅槃之痛，又如何体会重生之美？生命中那些痛苦的经历，说到底都是在磨练你的心智。当你的心智变得足够强大，哪怕世事有再多无常，你的内心也会安然无恙。二情观，锻炼你的心量情观，是人成长的一大关卡。多数人在经历情劫之后会感到痛苦和失落，仿佛丢掉了半条命，但佛家却说有福之人必有情劫之痛。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，痛彻心扉的遗憾，让人学会了放下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涅槃。李叔同出家之前也曾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，他叫杨翠喜，是梨园的名角，貌艺双绝。李叔同对戏曲颇为精通，两人由此相识，很快就成为彼此的知音。杨翠喜的每场戏，李叔同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第一排为他鼓掌喝彩，而杨翠喜也在相处的过程中对李叔同芳心暗许。可在李叔同决心娶杨翠喜时，却遭到了李家人的强烈反对，李叔同只得将这件事情暂缓，被迫回家处理家族之事。没想到回来之时，很多事都已物是人非，杨翠喜成了别人的小妾，
而母亲也为他安排了一场门当户对的婚事。李叔同心里放不下杨翠喜，因此对母亲的安排非常抗拒，但母亲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。最终李叔同因为对母亲的孝敬，迫于无奈娶了于氏。成婚后，李叔同虽与于氏相敬如宾，可对感情之事他却早已不再执着。对于过往的伤痛，他也渐渐学会了看开。到最后，他毅然斩断情缘，转身踏入了佛门之地。电影《一轮明月》中有这么一幕，红衣的妻子不想他出家，便赶来阻止，还问他什么是爱。他沉思片刻后回答，爱是慈悲。在红衣眼里，爱没有分别心，所以爱是慈悲的。他早已看破世俗的爱情，不再拘泥于爱恨痴缠，而是平等地爱着众生。现实中很多人在爱里感到痛苦，就是还没看破这一点。但你也不必彷徨，因为这些痛苦早晚会引领你走上一条释怀之路。就像董卿所说，以前总觉得在乎的人一旦离去，天就塌了，无法继续前行。然而如今我发现，不论离去谁，我们都能活得更好。有时候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让我们爱而不得的人，因为他们使我们更坚强，这或许才是成长的真谛。三错者，撑大你的格局。菜根谭有言，事亦不沉，海亦不苦，彼自沉苦其心耳。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苦海一片，很多时候人们觉得生活苦不堪言，不过是因为经历太少，格局又太小，才会使自己的心堕入苦海。只有在挫折中逐渐撑大自己的格局，你才能脱离人间苦海，得大自在。李叔同在感情中爱而不得后，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，可才华横溢的他一踏入科举之路却是屡屡受挫，最后只得了个童生出身，连秀才都未中。他万般郁闷，又带着残存的希望一头扎进了滚滚革命浪潮之中。奈何他振臂支持的维新变法只维持了短短百天，便以失败告终。李家人因为怕受牵连，还将李叔同一家赶了出去。接连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变故，李叔同早已不会再像之前那般意志消沉。这次他主动带着自己的家眷搬去了上海，还凭着自己的才学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。也是在这段时间，他结识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天涯舞友，几人经常一起讨论诗词歌赋。就这样，那段落魄的日子竟被李叔同过成了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。一位禅师曾说，不因一事，不长一智。很多挫折，你若将其视为一片泥沼，在其中挣扎，只会越陷越深；但你若将其视为阶梯，不断在伤痛中汲取养分，拓宽心胸，那么人生中每一次不幸都将成为你的进阶之路。所谓胸有天地宽，自有渡人船。历经一次次挫折之后，把心放宽，把事看淡，那你往后所见皆是坦途与风景。弘一法师一生历过情伤，历过悲苦，历过挫折，可谓是多灾多难。但他临终前回顾往事时，却只写下八个字，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他的意思是，他这一生过得充实圆满，过往遭遇的苦难、遗憾与残缺，成就了他精神世界的超脱与圆满。他圆寂后，若日后有人想见他，低头看花，抬头看月，花枝春满，
天心月圆处都是他。纪伯伦曾说，除了通过黑夜的路，人们不能到达黎明。人生路上的所有磨难，都是你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所以，不要去怨，不要去恨，那些压不垮你的经历，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。